本所警员苏佑宝、许仁杰日前巡逻行经广福路时，发现一辆汽车故障停在路中间。原警上前关心，发现是车辆突然失去动力卡档无法行驶。恰巧苏员从警前曾考取汽车修护证照，便拿起手边之尖嘴钳协助排除故障，再请路过热心民众协助发电，将车子重新启动，顺利移至路旁等待回厂检修。